大家，我是滚哥。耶、yeah, ，今天来开箱初阶牌组 V 冲。耶，我来看一下这一次11月4号跟着大家一起上市的 V 初阶牌组超梦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？而且我跟你讲，爸爸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他讲梦幻，然后讲成超梦，然后超梦又讲成梦幻，超棒的哎，超梦。我讲，超念力50攻击。还有一个是转移破坏160，超梦 EP HP 220，那不错呢，不错啊，这个有机会可以变成我们在玩的入手的一个。我觉得他说不定可以加入带骨皮丝。好，看一下哦，他这一次给了我们什么东西？超梦 V V， 麒麟旗，飘飘球两张基础的。然后随风球进阶一进化，哦，象征鸟哎，基础的象征鸟，泥偶小人两张，泥偶小人一阶进化两张，绵绵泡芙基础三张，好可爱哦，绵绵泡芙，胖甜泥，绵绵泡芙的一阶进化两张，哦。好可怕的幽灵马，灵幽马，灵幽马，基础版一个是加尔的吗？对，然后基础的大冲压一张，哎呦，直接到物品卡嘞，伤药哦，止水物，止水晶，这个不错，物质水晶可以直接把能量拿出来的，超级球两张对，高级球两张，然后呢，宝可梦交替。宝可梦捕捉器哦，学习装置是什麼，我看一下它的效果。然后三张。每次携带自己真的宝可梦受到对手的宝可梦招式而气绝时，可以让那一只宝可梦身上的基本能量改付于拥有这张可能。有点复杂哦。我再看。没关系，来，那我这边先来裁判。阿迅4张，支援者博士研究2张，接下来就是20张的能量。这有2张学习装置吗？这是超能力的哈，它只有一张吗？能量哦，20张。它学习装置只有一张吗？对，只有一张。那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哎，那它可能有它的意思吧。它有什么用意啊？这是我们这一次开的 V 初阶牌组超梦牌组，分享给大家。它在讲什么话呢？对，是超梦，分享给大家。60张里面卡牌在里面，哦，那这是后面我们有机会，宝宝会跟滚哥一起有时间来玩。好吧，我们开箱到这边，分享给大家，那就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